跑喝醉喝懵喝成这样子，真的很不应该。接下来还要看的是国道，也很惊险的意外。当时这对夫妻他们开车行经了国道三号，通宵路段。不过呢，两个人车上呢开着开着开始吵架哈，先生疑似因为不满妻子偷吃，结果呢整个抓垮两公，把车子停在路间就坠落20米深的高桥，幸好底下有树丛，还有一些草地啊来做一个缓冲，而男子大腿呢最后是整个骨折变形，幸好是没有生命危险。另外在台中74号呢，快速道路也有夫妻开车上路呢，妻子是呼吸突然困难瘫软，幸好他的先生非常的机警，赶快来报警，让警车来开道，5分钟火速抵达医院。救难人员摸黑在草丛中，终于找到失足坠落的刘姓男子。满地碎玻璃，草丛斜坡难行，连救难人员也差点受了伤。因为受伤的刘姓男子从20公尺高的高速公路桥上坠落，掉落农会仓库旁草丛，幸好柔软草地加上树丛缓冲力道，捡回一条命。哦，他是上，然后折断树枝。哦，折断树枝。原来当时夫妻俩在车上吵架，丈夫质疑妻子在外偷吃，一气之下竟然车停路肩，负气坠桥，伤者疑似大腿骨骨折，紧急送医。另外台中同样是一对夫妻，行经74号快速道路，太太呼吸困难，瘫软在副驾驶座上，丈夫赶紧停靠路边，由远警开道送医。去林间哦。再见了。5分钟火速抵达医院急诊室，妇人脱离险境。国道上车速快，突发状况多，好在丈夫机警求助，才没让憾事发生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好，真的开车要小心哦。来看高雄是凌晨发生了死亡车祸，这位81岁的老妇人走在路上，家人怕她有危险，一路紧跟在后，但没有想到突然这辆机车高速的冲了过来，撞上老妇人，而且还一路拖啊滑行了10公尺这么远，其实自己也全身多处全部都骨折重伤，而老妇人更惨，伤重不治。家人就在后面全程目睹整个车祸的过程，带您直击。入口监视器拍下一辆机车高速冲撞，一名老妇人被撞飞，撞击力道太大，滑行了约10公尺，还喷出火花，机车喷飞几乎全毁，整辆机车已经严重扭曲变形，车上零件更是散落满地。然后我就看，忽然前面就唰，好像就是很多东西就喷落在地板，我就开始降速下。事情发生在高雄三民区，凌晨12点，一名81岁的妇人徒步在路上时，被一名19岁的机车骑士迎面撞上，撞击力道大，当场喷飞10几公尺远，经送医抢救不治身亡。据了解，老妇人患有失智症，晚上突然跑出门，家人担心危险，紧跟在后，却亲眼看到她被撞飞，当场吓傻。他有失智症啦，我们就跟在他后面，结果那个机车就这样就冲过来了，对，很快。初步研判为机车骑士直行时为礼让行人优先通行。老妇人凌晨散步却遭机车撞飞，送医不治，家人在后面目睹全程崩溃不已，是速度太快还是没有注意，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厘清。记者宋佩成、金宪忠、陈珊珊高雄采访报道。高雄冈山顶潭路进行了道路拓宽跟排水工程，住户超级火大，因为家门全部被水泥护栏给挡住，住户说没有接获通知，晚上回家却傻眼，家门全部被堵死了，还要借别人的桥来通行，抱怨真的超级麻烦又不方便。高雄冈山顶潭路开挖排水工程，住户超错愕，因为家门变这样，一整排透天厝，只要一踏出家门就是施工场地，门口被3大块水泥护栏直接挡死，住户深夜下班看到家门被堵住，还要借别人家的桥才能挤着回到家，真的大傻眼。住户 keep up 抱怨要施工也没通知，大门被封死，变相有家回不得。网友狂轰，就算没人在家也要留通道，直接封死门口，回到家进不了门，整个火会上来。施工单位太扯了，连条路都不留。我那都有啊，叫做造成我的困扰啊，嘛是从安尼行，啊无变壮。3间一个，3间一个，结果好多间铁门一关下来，每一间都不能通。
哪有给人家封起来的？当地里长也无奈，施工前都有挨家挨户通知，但如果没人在家就通知不了，而施工单位封死家门，连通道都不留，道歉有疏忽。我们等于判断啦，就讲哎，今日这敢无人，拢无人，要先围起来。开挖施工排水工程对住户来说可以降低雨季淹水风险，但施工黑暗期，机车过不了，人要走都有难度，家门还被堵死死，看到真的鬼巴都会。记者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当然，同时也来看一下李来李重阳礼金。彰化市公所上午发放了加码重阳礼金哦。一大早啊，你看好多人哦，就里长办公室涌入了长长的人龙，阿公阿妈排队领钱钱了。好，不过因为最高能够领到9000元哦，彰化县政府呢重阳礼金，很阿萨利哦，很大方，每个人1000元。假使是中低收入户，80岁以上老人家，一个人6000；90岁以上人瑞，甚至能领到9000。好，不止如此，各个地方公所还能够再各自再加码，看你开心自己加多少。好，以彰化市公所来说，一个人就多500元。迎接秋天到来，来看是高山低温只有10度哦。武林农场有枫叶转红，好美，带您来看。9月中下旬竟然就有枫叶可以欣赏，台中福寿山农场是全台最早枫红的地方。从空拍镜头看，绿黄红渐层交织，绝美景色。人家说一叶知秋，一叶知秋哦，其实我们的枫树啊是最知道天气的变化哦。2000公尺以上高山，一早气温只有12度，虽然目前枫红大概10%，但走在鸳鸯湖步道，就像描飞日本，相当有异国情调。它好像是日本的品系的样子，所以它的枫叶就很细致，然后你要逆光朝着蓝天的话，有那个蓝色的背景很漂亮。游客熟门熟路，早就上山赏枫，但现在房间可不好订，平日就有90%住房率，预估10月、11月更是一房难求。我们目前的订房已经有90%，那我们也会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一边做一日游。至于武林农场，可能是因为海拔相对低，只有少数枫叶转为淡淡的浅粉色，倒是银杏林叶片呈现鹅黄色，十分耀眼。根据目前的气候，最佳的观赏期应该会在10月底到11月中旬。今年秋天来得早，枫叶也比往年要早10到15天变色，交通也不受地震影响。游客要是不想人挤人，可以规划提前上山，但提醒要多带保暖衣物，好好欣赏高山美景。记者黄尚富、李云杰，台中报道。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，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，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茶氨酸来调节情绪，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。现在下定的话，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717， 若鱼帮你来打折，